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想象世界》。今天我们要来玩这个马里奥赛车吧。然后我等等会伺机而动的截取这个缩图，然后你们要啊满了。你们要现在看到影片的缩图，就是我那时候拍的。大家想要我露脸吗？但是我不想露脸，因为想要世界今天要耍废。竟然那么想看我露脸啊？好吧。你有录我的声音吗？哦，好，录一下哦。只可能录不到大。然后我是在阳光机场。影片的标题叫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哈。所以我现在。准备回到主画面。OK， 我们是从随机。你有加入吗？加了，加了。OK， 阿德加进来了。阿德是什么？阿德是钢铁人吗？对。Nice。为什么不是随机？预判错误啊！我在上线期待。那个家伙想入期待。哎，我前面怎么没有开镜头啊？有啊，我有开啊。我刚刚显示你没开，重开，重开。
零分。那我倒立，你看看这样，我的脸有没有变正常？这样子好像怪怪的，要看人品模样。你们刚好这样子，你们是这样放吗？你们把这样放过来吗？我想到自己的标题了，阿德网络狂。好，我决定这集标题了。这集标题就是“三个彩虹之路，阿德网路宽断线”。这集的标题决定了，这集的标题以及封面就是三个彩虹之路的奇迹。不对，是三个彩虹之路的奇迹，阿德三个。不会啊，不做的那么丑。
最希望的组合是三枪不加红锅这样的组合。如果连道具都没出到，当然是不用考虑了。那也不会是七零一三啊，扣两分吧。好，我传照片了，这是正确照片。所以我们可以指控阿德犯欺诈罪，依照中华民国。
扣免费扣多少分？我扣五分，阿德扣六分。影片都没有人来首播，好难过。我有好不好？首播我也等。去，哇，那么快哦！好了，各位观众，今天影片到这里，下次再会，拜。